Hello，各位金小班，欢迎收看小福侠的游戏实况。那么今天我们去来玩这个采矿模拟器。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下一个等级的，哇，还更新了出来的宠物是吧？1500可以买个蛋六，哎，我们就买个1500的蛋吧，买一个蛋冰。What？这个蛋是需要孵化的是吗？那么我们再等会再看。我的宠物在哪里啊？我的宠物，哎，我的包在哪里啊 ？What？ 我的宠物怎么看？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下一个等级的武器是什么？3500，3500居然是买个叉子，你在逗我吗？哎，我们的宠物在哪里啊？哎，这是我们的盒子吗？哦，在这里是吧？喂，来，还可以给它起名字。哇，我们给它装备上去。哦，这边好像有一个经验值的样子。那我们就开始挖了。叮叮叮叮叮叮！哦，上来就是个矿，50块钱。哎，这慢点！哎，上面有个15的，不要错过。走过，哇，后面还2块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那么各位小伙伴，如果喜欢小飞象视频，不要忘了支持，点击订阅一下小飞象。那么每天的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了。哇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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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嘿，好耶！OK， 那么这款游戏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喜欢看，所以我就再录一期。哇，这个我们往下挖，接着往下挖。哎，满了是吗？这么快吗？叮叮，哇，一定要记住哪个洞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哎哪个洞啊？我说了说了就忘了哪个洞，好像是个洞。哦，哎，越来越深了。哦，这个是一个矿。好的，往下挖。冰冰。冰，我们到时候直接去下面点的吧，下面的感觉矿多一点，像上次一样，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不错。又满了，这么快吗？哇，3600了，好快啊！是不是要升级一个背包了呢？哇，好深！这个洞，这个我们这个稿子挖不了。喂，哎，这里好多矿。叮叮，今天不卡、哦。哎，这个也挖不了，说明我们的稿子等级不够。下一个是叉子，要3500。哎，我们是已经啊，哇，这么深吗？一下子，这个太深了吧？哎，这里有个银矿，120。别动啊！给它挖了，它的钻石比我们快，它的稿比我们快，凭什么？不公平！哦，它是个钻子，好像。听着声音就是电动的，我们在里面找呀找呀，找不到，找到一个好矿石。喂，这外面也太那个了吧，我们上去吧，顺便在这次这个洞。嘿，这里有个洞。 OK， 叮叮，那我们就接着往下挖。嘿，这里有一个。 OK， 包有点小了现在。哎，又满了吗？我们看一下包吧。这包怎么这么小呀？3500可以买个300的包，7500。那我买个3500的，买个300的包。哎，把背包升级啊，300的背包。那么下一个的话就是存3500甚至更多的钱，直接买升级这个武器了。哇、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很深的洞。这个洞对我们来说不公平，我们直接上去吧。为了挖得快一点，我们需要进入一个好点的洞。这个洞看起来就不错，对面有矿，把它挖了。哎，哪里有东西？哦，这里有，这里是、哦、挖不了，这可以挖。好的，我们接着往下挖。哦，我们又掉下去了。喂，哎，这里有个80，可以。好，我终于掉进了一个不错的洞啊。这里。这可以挖80，好的。哎，哇，这又孵化出来一个，这啥玩意儿？120，孵化出来一个小天使吗？这个是，哎，300。OK， 这也是120，好的，看起来这个洞就不错。把下面给打通。哎，哎，好，这个也可以120。哇，它在睡觉，好可爱的小天使啊！嘿嘿 ，Green Bat， 哇哦，居然多出来个宠物。我哪边洞比较浅啊？哦，这边还好，看起来。那么这边掉下去是什么情况？哎，45块的矿还是可以的。
哇，八十，好的，这边还有一个八十的，OK，上面好像没有什么了，我们往下挖吧。武器是时候要升级下来，比较慢了，这样挖的话，背包是大了，可以让我们在下面挖更久。叮叮叮，我们这个东西像拐杖一样，这个武器，呵呵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哎，满了，这么快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一会儿就2000了，啊，可以升级下武器了，哪个洞啊？哪个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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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了，这边的话，喂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哎，下里就有个八十的矿，还有八十。还有120，哇！还有吗？哇，还有300，这里也有45。虽然小豆的钱，哇，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，漂亮，一个接着一个。上面还有吗？哎，你在这里，哇，这里拿着铲子挖，我们把这里挖通。嘿。噔噔噔噔噔！居然多出来个宠物，好久不玩，更新出来了一个宠物。哎，这边就有金矿，哇！别抢我的金矿，别抢啊！被他挖了，他在倒着挖，我的金矿没有了，他速度比我快一点。No！哎，这边有一个120，也不错。这边通吗？这边还不通。上面，哎，这挖不了。哦，这里有个矿。哎，下面还有个矿。叮叮，没有了吗？这里可以下去。哎，这里有一个45的，哇，简直就是一个凭运气的游戏啊！哎，金矿！哇，挖开普通的石头后面居然有个金矿，200块钱我来了。OK，这里还有一个八十的，后面还有一个120的，哇，这波不错啊，应该要上去了。OK，我们上去吧。叮叮叮叮叮，4000，一下子4000，那我们这次的话就，为什么别人是小章鱼、小龙虾，我却是个，哎，虽然我的也不错，我们就直接存个7000块钱下去吧，直接存个，这洞太深了，这洞太深了，哦。哇，下面这么多人吗？哎，他左右两边的矿都不挖，而且前面好像有一个，前面有个是，no，哦，挖不了吗？挖着他有锯子，他有电锯，他在这边，你拿一个小榔头在这里挖就太慢了吧，我跟着他挖吧，哎。哇，这拿着电锯，750的背包，背包倒不是很大。你在不在挖？你在挖哪个？哎，把这个挖了吧。哎，后面，哇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没有了。这里有一个，八十挖掉。好的，这个也可以挖。喂，下面有一个，哇哦，120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叮铃铃。哎，金矿！哇哦，今天的运气太棒了吧！直接可以升级2层，我直接跳着武器，3500那武器我就不升级了，我直接买那个叉子后面的武器。这个后面有东西吗？没有，完了，哦，有，哇，这个最基础的方格后面感觉总会有一个东西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的话我们就要挖，把这挖了，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，我们这个武器的颜色也是改过的，嘿咻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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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我哇啊啊啊啊！哎，好了，OK，OK，Let's go。那么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武器是什么？这个我们直接跳过，6000就可以买一个榔头，9000。那要不要存9000呢？还差3200多块钱，就是9000。那我们先挖了再说吧。哎，这个洞好像有些深，跳这个洞吧。哦，这里好像这里很多，哇，这里很多，都是15块的矿，但是也是矿啊。哎，45块的，没有了吗？这里还有个15的，走这个，喂，
不要太深，不要太深。这里有吗？这里没有。这个有吗？也没有。这里有吗？我们把最基础的矿给挖掉点，或许里面会有矿。哎，有个宝箱。今天第一次挖到宝箱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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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这里的矿在哪里呢？这里好黑啊！跳到这里来，这里有个矿。喂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没有进了一个很难受的洞，这个洞一点都不适合我们。虽然下面的矿很多，但是这个洞一点都不适合我们。感觉矿非常少，这里直接是死路了。喂，不要如此对我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挖一会儿吧。嘿咻嘿咻，当当当当。呀呀呀，把这块挖了，把这块挖了，看看后面有没有。讲不定后面还是有的。呀呀呀呀，哇，这个洞很讲究啊，要是跳进一个很好的洞，那就是非常非常的爽。要是跳进一个差的洞的话，那就像我现在一样比较难受了。挖了挖了挖了，把这挖了。哎，不行了是吧？叮叮叮叮，6700，9000的话还差2300。哎，进这个洞的话，再跳这个洞，这里有东西吗？好像什么都没有。没关系，我们挖下去。挖下去，嘿嘿嘿嘿嘿，这里有个洞，30的矿。哎，这里有个45的矿，漂亮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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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00的矿，哇。OK， 80的矿，很快我们就可以。哎，这里还有矿，哇，两个矿。这矿非常非常多，嗯，这个洞就不错，比刚那个挖了很深的洞好多了。要上去了，小飞要上去了。好，还差1100左右。那么刚刚是哪个洞？我记得是这个洞，直接下去，然后我们再往这个洞。哦，哎，好像是个洞，好像是个洞，没有错。不管了，我们接着挖，挖下去就对了。挖下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升级下面的武器。叮叮叮叮，快点来吧，我的矿，我的矿，黄金宝藏。嗯，这个后面一般有好东西。哎，结果没有，居然没有。我这个小家伙一直在睡觉，这 green 绿色小天使一直在睡觉觉。有吗？有矿吗？还是没有 ？What？ 我们又要上去了。哦，还差500块钱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升级今天的装备了。哎哎，是哪个？这个里面是吧？把这个挖通了就好，反正。矿，哎，来了个矿。哎哎哎哎哎，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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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没有矿？没有矿的话，我们就走到这里了，把这个矿给挖了。我们可以跳这个洞，这是我们刚刚洞吗？嗯，还没有。哇，这片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人挖，但是宝藏也没有。来一点矿吧。哎，这个后面有吗？哦哦，这里讲没有矿。跟着我的经验来说，果然有矿，那是15块的，好差。哎，这里有个矿，80。哎，有宝箱，哇，两个宝箱。根据我的经验来说是没有错的，一般来说这种黄色土地上面都会有，后面都会有宝箱。好了，没有了啊，我们就可以升级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装备了。叮叮叮叮叮，9000，升级一下这个东西。嗨嗨嗨，直接跳3个武器升级这个。哇，还有吸尘器12000的吗？叮，我们就升起了一个大铲子，嘿嘿。啊，我们先去试一下这个铲子怎么样，跑到下面去。这次我们可以到深一点洞了吧。
下去点，下去点，下去点，下去点。哎，这里吗？这里有矿，把它铲了。这里有个矿，哎，哎，大矿小矿我都不错过。哦，哦，这里好多矿。这里有个矿，哎，这样就快很多。哇，还有更深的是吧？还有更深的是吧？哎，这谁挖的洞啊？哇，这样子挖下是30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150，至少在这个岩石层可以混下去了。你看，矿就来了吧，矿就来了吧。哎，好像没有了。好的，各位小伙伴，我们今天的游戏视频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。最后不要忘记订阅支持小飞象哦，就让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